叫出来。李生，李生，哎，你不要把李生放下。刺青捷运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个穿帐做捷运不是？然后还在睡觉？这个里面这是衣服吗？蕾丝吧？是睡衣吧？睡衣啊，蕾对，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穿帐？来，请他出来问一下。沙运，来欢迎。也是穿沙运。走个台步走。哎，哇，哎，哇哇哇，哎哎哎，哦啊，下里啊，哦下里啊，欢迎。沙运走出来有气势。沙地康，沙地康，沙地康，金啦，金啦，水晶晶了吗？齐了吗？假巴丁讲来，有漂亮，哇，好嘛，哎嘿，大哥，蛋糕先搞到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爱上他，无法自拔，再见，怕你走心。他要看到美女会兴奋，会为你心一直玩。哎，终于醒过来，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。哎，是是。啊，搭捷运你穿这样怎么像话吗？我平常都穿这样。啊？你都穿这种？这一看就知道没有男朋友。他穿这样，男朋友不可能受得了。一定三天两头就生气吃醋，生气对不对？自由。嗯。对呀。啊，你就穿这样。穿这样。不会这样吧？不会啊，啊、怕热。那这样会不会遇到上面这个刺青写的是什么？是我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。怎么念？哦，原住民。我他看起来就原住民，那个五官深邃的漂亮。对，叫什么？你好大方哦！我可以念一下吗？来，我帮你读一下。李冰生，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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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。李生，李生，哎，你不要把李生放下。差差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有点像庙会在扶鸡神一样。哎，我开始被听到哎，鸡神。啊，你这样子啊，你捷运你都搭哪一条线呢？现在那一条线已经爆满了。哪一条？板南线。板南线，蓝色的蓝色的。你要坐去哪一站？现在有在上班吗？直播。直播也是直播主啊，哦，那直播主穿这样 OK 啦，合理合理。啊，人家刚一个月可以差不多十万，你一个月大概多少钱？嗯，比他多。哇，嚣张！哎，三个字就赢了啦。比他多。男粉丝哈，两个月都内了50万。耶！但是只是要约他出去吃饭啊，结果对，结果。原本在那个网络上，就是我们聊得蛮开心的，他都关心我，就是不是那种奇怪的人，是就感觉蛮正常。然后就出去吃饭，他就很害羞，结果我们也没有讲到什么话。哦，这真的有出去吃饭？有出去吃饭，因为我觉得他花太多钱，我会很不好意思。然后想说他就是想要吃饭，所以就吃。对，然后他也很避暑，对，很害羞。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。他就是想看你有意要追求的人嘛。对啊，引起你注意，也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经济也不错，有考虑交往吗？没有没有考虑，太害太害羞。没有，因为长得太好呆啊。对，不是啊，不是，长得还不错，只是还不错，那就可以考虑啊。有什么好顾忌什么的？就不太个性不太合，因为他不讲话呢，我也不讲话的话，就这样不行啊。沉默的晚餐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个约出来吃饭，首先对菜点好之后，你们就开机开始直播了，你就会讲话了嘛，一边开打。哎，阿丽的直播，他就会留言了，他抖内，他就会留言了。哎呀，坐你对面两个真的，哎，搞不好还聊得来。情绪，这个情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会有一种状况，就叫什么？直播跟这个客人之间呐，会有一种距离产生的美感。对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若隐若现。若隐若现嘛，哈。对对对。好，还不错。喜欢哪类的男生？还是不免俗，还是问一下。幽默的。有，你看，对，都是喜欢，十有八九都喜欢幽默的，对不对？幽默撑比较久。OK， 来，那谁来问我？哎，来阿虎，对你应该机会来阿虎。对对，因为我是唯一，因为我应该是现场唯一一个有刺青的一个艺人。哎，是一样。他比你大片，你到底想要几票？哎，他那个杜丽刺的好像一面金牌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杜丽是我原住民的名字哦。这也是你原住民的名字。扎什么眼？美国原住民啊？怎样？阿五阿五阿五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刺青还好，我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地球最强的刺青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来，一、二，多强多强？三，地球最强！哇！哇，真的地球最强！闭上眼睛，福利券，好，来，
哎，请闭眼睛。来，请送福利券，贴在他的衣服上面啊！哎，真的哎，有用哎！好，交给他就可以了。嗨，好，杜丽，一个是杜丽，杜丽啊，龙河丽，龙河丽呀啦，哎，龙河丽啦，我喜欢幽默，然后不要太瘦，我喜欢肉肉的，肉肉，哎呦，最近要减肥，哎呀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大凯 ，OK， 成功成功，好吧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三爷，哇，哎，杜丽没想到大热门，这边有，哦哦哦。哇哇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好美哦！指甲再延伸一个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会更完美。那些鲜花，就是你的胸口上面那个。Hand， 你说英文名字是不是？好，对，姓韩，姓韩。他一定是恰梨。对，设计师很明显。不是，因为看你的恰梨跟人家不一样，他恰梨很古典呢。哦。有一些是我自己刺的哟。怎么刺的？就自己。这样刺，这样刺，对啊。哎，你的很多元呢，你看它有这个蝙蝠，蝙蝠，蝙蝠，还有这个元素表，这个方程式。哎，我喜欢你刺的那个风格很棒。他刺的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它都很欧洲有没有皇室那种感觉？哎呀，厉害了，刺个喇叭，喇叭，韩看看，这个这什么好意思呢？什么韩的喇叭？我小这是什么意思？有学学过吗？对，有学过，型号都有哎。是不是？就是之前的编号，编号，国中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你要一年？其实是运气很好啦，就是有客人会帮我在网络平台上面推荐，嗯，对，然后就有曾经爆红过。那请教一下，你个人的刺风是哪一种？刺风就是我身上这一种啊，就是你就喜欢这样。对对，比较细致，像插画一样的。哇，它这只龙刺的好漂亮哦！你这个刚刺的，不到一个月，好漂亮哦！而且它这个蜡烛，好，这个蜡烛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，哎呀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大腿这边有，哦，哇哇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这好美哦，这个谢谢谢谢，很酷哎！你要去找他，把你的指甲再改华丽，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可以，给他看一下吗？要直接脱衣了哦，这边很痛哎，这里他我都是第一步哎，你看，哎，其实这个还蛮美的哎，对啊，你可不可以帮他这个地方再华丽一点？华丽吗？对，其实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哎，我觉得还好，还有我这个最大的骄傲，你的是吗？回到原点，就凡事不要强求。那你就帮他刺几个箭头这样子，讨论了好几趟。他这个指甲再延伸一个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会更完美。嗯，后面有个翅膀，翅膀吗？翅膀。你有宗教信仰吗？有，哎，我痛啊！我在这看那边，哎呦，好痛！对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还蛮美的哎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我觉得它的十字架上面可以再弄个什么东西，然后旁边延伸这边一些鲜花，就是你的胸口上面那些。你要不弄个粉把自己的那个前契约清明节拿起来，哇！对。好感动，然后这边刚好刺三根香，神经病啊！因为我觉得罐头塔，它这个本体已经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不够丰富。如果像你这样加在像这种东西在它旁边，一定很正。因为有些人刺青刺到一个就停不下来，这边很空，就一直包，包起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你眼睛，我再找你去改图，等你眼睛好，谢谢，好，等我眼睛好，好不好？找你去找你改图。去找你去改图，去找你改图，不要跟他讨论文字，因为你的刺风应该算是比较特殊一点，独特，所以很多年轻人愿意等这么久的时间，就是为了让你一次。对，那因为我都是网络预约制的，排得到就幸运。对，我通常都会就是逼迫客人，就是一定要写说你为什么会想刺这个，可能会有他背后的故事，或者是他想要你才能有发想。等于跟你刺，对对对，你还要写一个推荐信，跟你讲说我为什么要刺这样。对，因为就是如果你只是因为喜欢那个东西而刺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看腻的，但是会后悔。对，没有故事就是变成为了刺，毕竟要刺一辈子。每个刺青要有自己的故事啊。对，所以我都会刺而刺，对，我会逼迫客人一定要写故事这样。现在孙生吃了十字架以后，他就改佛教徒了，太矛盾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有意义。那 OK， 那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我们的人生经历或者我的想法，你会帮我们发想建议我们刺什么吗？蛮多客人都是只给我概念，比如说他想要刺关于勇气啊，或者是他的某个人生故事，然后给他刺梁静茹这样。没有了。
生命，生命，你够勇气，你不要去人家进炉。张震岳马屋啦，张震岳马屋，你要够够勇气啦。没有，我就在想，比如说有些花语是勇气的、啊，或者是狮子象征勇气之类的，对，帮他图像化这样子。客人还要跟你讨论人生呢、啊。在吃的同时、哦、因为边吃边聊天嘛，这样就是时间 会过得比较愉快一点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本身是有一点精神上面的困扰、嗯、现在好了。对 okay, okay. 然后我有蛮多就是追踪我一段时间的网友，他们是知道我的心路历程这样、嗯、对，然后他们就是会来跟就是跟我谈心诉苦，然后寻求一些人生的意见。因为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说你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你恢复，对，你走出来，嗯，所以他们请教你的得到的意见，他们非常相信，而他们会觉得非常难得。对，那这个同时也顺便吃了一个勇气，梁静茹。没有了，还没接过，还没有接过梁静茹这个事情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